炼溶胶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哦，用溶胶做一个梳子吧。你把溶胶放上小装饰，舒雅画上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颜值爆棚的梳子你想拥有吗？和八大项链也很好看哦。在锡纸上用溶胶画一个圆，把它压扁扁的，用颜料给它上色，指甲油就是它的保护套了，挂上项链就好了。本期互动话题，你知道奥利奥还有什么新吃法吗？如果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会不定时抽一位粉丝送出礼物。